那赛前访谈的时候有去问林宗义教练啊，就是因为林宗义教练赛前的推估是说有可能是林安可先发，那就有特别问林宗义教练说，如果是林安可先发的话，那会怎么？哇，去年的世大运国手，哇，哎呦。会等吗？打者会等吗？整个明明是四局下，可是场面还蛮紧张的。哇，保送！名称是台湾体大这个半局第九，好球，比较好。但是高中的体大这边呢，学校说哦，开灯练球，挥棒落空。王振堂获得了保送，而开启了一轮猛攻啊！会来一个变化球吗？会，看起来又要投了，变化球又。来看一下哦，没错，单子曲球。对，他两块是一个对决的时刻。这一个快速球被王振堂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遭到了接杀。这个刘明珍、黄明珍被三振了，就。真的比较可惜，击方向的平飞球形成了一支安打，就是感觉起来就是跳得稍微高了。好球，两好两坏，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行进间接传，王一雷手没有接进去。这球又是没有接到甜蜜点，游击手没有问题了啊、哦！这球捞得很漂亮，传的位置也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很明显的一垒手。1-0。对，台体大在这一，又是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接球之后先传游击，要再往一垒送，哇！游击手这回这个传球要交代击跑员怎么样上二垒。对，但是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球应该是有机会来抓双杀的，球没拉好，而且一垒手传这个球也传的机会哦。那虽然记录上没有给失误了哈，但这是一个引安打就差很多。文化大学八支，右边方向的飞球，右外野手移动到界外。台体大这边呢是冻结的攻势，那五局后面的七八九局，也有经费啊。对啊，那这个经费收入如果。不过台大这边还好，是说他们就是晚上可以开灯练啊。有些球场没有夜间到台湾春训，然后像李大浩也来了，台湾球迷也是一种收入。对，其实冲对二月初的也是两三度啊。来看一下这一棒打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跑跑跑跑跑。啊，台体大的攻势又轮回到第一棒。这个春训的钱、哦、可是前提是你的硬体要充。这个就有点变化球。不过洪伟汉今天的选球做的也还不错。哇哦！再来，会投快速球吗？没错，这是一个快速球，左边方向的安打，这是。看得出来啊，从第四局追了一个大局回来，下来哈就是下一棒黄明珍今天的打这边，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满球数，哇！出现了四外球保送，现在也很难猜啊。对，因为他本身在高中就是主力。
来了，来了三振。台湾赛前问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今年比赛到目前为止，接下来就一直输、也不容易了。”教练都说文化大学选材啊，他们。哎呦！哦，来看看两位左打者过去之后，不用安慰我，要安慰林安可啊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拦截住之后传一垒。那他本身的三振能力也算稳。内安打。一垒手来处理，接球之后自裁垒包。正热的时候，而且问，我可能会跟选手沟通啦。好啦，别啦，我教练我别个拜托啦。好，你别个拜托，我也个懵啦。过去也是同一支队的投手。对对。去年带领文化大学来打这个大专，就总冠军就大家自由发挥这样。哇，波闪！哇，二垒方上的滚地球，打击的三垒三垒手通通有失误，而场哦是，对了，到目前要了解陈进才的心理。不，其实120球还好啦，就是还就比较紧。反方向，安打张魂贤。那现在文化大学这边安打也很重要、哦、是一个机会了。